各位宜兰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看资协国语新闻。新闻一开始来看到科技影响到政策的推动。现在3C产品盛行，现在人几乎是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机，而且手机都有安装 LINE 的通讯软体。为了让民众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宜兰县政府公布的相关资讯，县府特别成立了官方的 LINE 群组，欢迎民众踊跃加入。为了让民众在第一时间掌握宜兰县相关资讯，宜兰县政府特别建立了官方 LINE 群组，并也透过群组公布民生方面即时路况跟停班停课等讯息。有鉴于现在呢行动上网普及率以及每个人手持式的一个行动设备，每一个人几乎都人手一支智慧型的手机，那每个人都会安装类似 LINE 啊这一些即时通讯软体，所以宜兰县政府呢就建立了一个宜兰县的一个 LINE 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账号。那举防了这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相关的资讯，包括你民生议题、农社问题，或者是相关的停班停课，或者是一些交通，或者是重大的一些施政的问题呢，都会及时的透过这一些及时的传递呢，传递给我们的民众。此外，为了吸引各个年龄层的民众都可以加入 LINE 群组，县府特别商请府内员工担任代言人，并做成人形看板放在三大转运站跟县府内，并且附上 QR code 邀请民众加入群组。大家好，我是邱宇倩，希望大家可以加入宜兰县政府的代的 QR code， 里面有那个交通资讯跟活动资讯等等，谢谢。那我们在推广的初期呢，我们设想，因为我们 LINE 呢是有一个生活的一个资讯，等于是一个生活资讯通，所以呢，我们找了各行各业，然后各种不同的年龄层，然后去替我们拍摄一个 LINE 的一个推广的一个人形的一个立有立牌这样子。那最主要的想法就是贴近我们民众一个生活化，所以不是只有正妹，也不是只有年轻的族群，那我们包含一些比较中年族群，甚至于我们的老阿嬷呢。也替我们拍摄这样子一组的一个人形立偶。企划处指出，目前群组内大约有15000位粉丝，目前持续增加当中，欢迎民众踊跃加入，及时掌握县府公布的相关资讯。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。